大家好，我是Elaine Chen。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从美国 VMware 总部 Palo Alto 来到中国支持 vForum 2015。今天会非常有幸的介绍几位中国的技术专家来跟大家讲解云中动手实验室，谢谢。 啊，我叫张欣，我在 EUC 部门做 Personal Desktop 的产品的测试。啊，我来公司4年多了。因为之前来 vForum 主要是做我们自己产品 booth 的 support， 这次是第一次来那个 Hands-on Lab。我感觉就是注册和登录什么的都比较方便。 我比较喜欢 NSX，因为平时在做自己产品的时候也是测网络相关的功能，我觉着 NSX 比就是和 Personal Desktop 相比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主要是基于 host 的网络，但是 NSX 可以自己配置一些 logic 的网络服务，比如说 logic 的交换机啊、路由器，还有可以基于网络安全配做一些配置。